Yeah.
喂，阿西，哎。就要那三把就可以了，我今天可以回家了。啊。哎，你们可以打22了。
啊？他会来吗？来了。然后你们打二了。咋了咋了？轮转轮转二二。江山不能够进，不能进红的地方呢，你这样子没得打了。哎，这是有水平的吗？邓肯。哇，邓肯。帕克防守邓肯，对内训练。给他一点时间，我慢了。对哦，今天刚才下雨啊。詹姆斯会来呀、啊？有人，有人会来。哇，你的防守没有用呢 ，Jack， 简直是颜色、啊。
哇哇，那个球传的不像是 Jack， 那是 Jack 传的球吗？哇，好帅啊！哇！哇！龙哥也这么厉害。Good pass！ 哎呀，做梦啊，龙哥做梦啊。哇，他射得太帅了。OK， 阿耀我骂下了，来我骂几个球来了吧，二号打完就可以回家，我就保持全胜。哇塞！我就没动
我飞哇，好霸气！我可以被人带飞了。
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他平常那样跳就可以跑上。哎呀，好，加加加。说的是脸皮胖一点点。改再剪出来。哎，那个女孩子还有停留吗？没有啊。我已经跟她不是一个公司了。你知道？他就希望你打扰他，你知道吗？哇塞！不，一平一平，还好还好，合集是很好的，来吧来吧。太快了吧！对对对，好，我喝点水，我喝点水，待会再说。入门来了。好溜去了，好牛。那个英语超棒的。太乐观了，试试，叫我这么吃是吧？你打几局啊？我已经，我们一共打了七局了。打七局了。我们一共打了七局，我其中有参加了五局，四胜一负。哇，你可以不用打了。对，我已经很累了，我已经打了五局了，我觉得我再输四到五局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你们先热身一下吧，热身一下。这个亚龙，伟大的后卫，需要至少五十分钟的热身。五十分钟哪够啊？得两个小时。嗯。亚龙最伟大后卫，来一个，不，先让他热身一下吧。你俩一起在外面个转悠转悠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们先打三三吧。我很累啊，你在上面线外面跑，我快打到后面第二把的时候都没力了。这是先说没三发了，这是绝对觉得今天要下雨，然后说对啊，我今天下午喝了点咖啡，一看老婆还没有出门，我操，然后就泡了杯咖啡。
好累啊！你们先打三三吧。我很累啊。真的很累。不会降低的。抱大腿，抱大腿。有我在，什么都没死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让你们先分吧，你们先分，你们先分，我在下。是吗？是吗？不要骗我哎！啊，输了怪你。你们队友我觉得是稳赢的。我这是谁啊？射手队是吧？对，射手队。我这个射手是我们。哦，我们四个射手。
我防头，有中锋在里头不要怕。破断了。六六六六来，有中锋在里头不要怕，防头就好。防头 OK 啊，你不要补。对啊，我在里头，所有人会补得住啊。那我们补给他抢球，那不给他，我们才放完。
没有没有，这两个中锋不可以一起出拳，我觉得。他们也磨合好。好在落地了，他打。这局我们已经磨合好了，我在后卫。啊。牢记这个定理。对。太难搞了。好嘞，要不要再拍张照片 update 一下？好嘞 ，update 一下。嗯，保守人类。可以打三三了。能打。再打两人作为后。决胜局。没有了，没有决胜局了，决胜局容易打架的。其实刚才本来可以赢你们的，我只发挥了20%的功力。你免去赢我们了。你知道什么是最重要吗？那叫做和平 ，peace。啊，要休息一下，好累啊。我靠！我已经打了7把了，我再打2把就回家了。我靠！我数到9把到10把我就要走，打不动了。你们两个他妈太恶心了，老是在一起。什么英语呢？不是很难打，真的很难打，我跟你讲。因为你篮板低位是，就是说很容易被你们控制的，然后你们拿下20进攻啊，我没有篮板啊，他篮板，看见吗？好吧，好吧，我看不到。
先打三三嘛。我等再长高一点再给你们打。暴力吧，直接攻中吧。啊。过后我就长高了。好累呀、啊！你们打三三打一把吧，我休息一把，我休息一把我再上。累。你们三三吗？我休息。我膝盖最近不好。你是跑步跑多了？对，我最近没什么跑步。你们打一把三三了，三三拿我那个。体重太重了。哇，累死了。Where's my 眼镜？我也不能打太多。这个腿一跳啊，有点痛，头疼。啊。哇哇！打进攻了，过来干啥了？龙哥长高了。发生什么事情？手了好吗？啊！上！好吧，好吧。看看那把哈，两个最高的，还三个最高的，然后这个，四个最高的是吧？打篮球一样吗？让你被你们射死了。对啊，第一把被射死了。反正我们那种很耗体力，因为我们没有，关键是我们的防守时间很耗。不是说我们进攻，我们进攻是不好，但是我们的防守里面非常好。我们要不断的补，因为我们单个防不住对手。你看啊，我刚才是在防的 Jack， 对，同时在协防所有。这好像 Jack 一分没得，就好像就两把没得分，就算有得分两把，最多得分。这个就不是得分点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打那种身体不强的人，打这个位置是好一点。他是控球，控球可以打控球。啊，被他录下来了。好、哦，哎，队友 ，Jack 最帅。Jack， 你是很厉害的。Jack 最帅。哎呀，我刚才讲的是什么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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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没讲。他手里顶一点。我刚才讲 Jack 很帅，对，各方面特别强。对，各方面两个小时。对对对。永恒的记忆。对。新加坡纪录。对。哎，好球哎。哎呀！哦，空中又传给自己了。这个好像今天手感不好。这个今天撸完来了。好球好球好球，这球他这种球打的，进篮网以后随便跑一下就进，好，我说 Jack 今天比较虚吧，看样子不是我扛他扛他，看样子今天这个录像不可能上传，肯定被踢了。
摸屁股哎！哇 ，Jack， 你的防守何在？他不让你摸，你要硬摸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们摸人家屁股这么射人家，还人家进球？要抠进去。对、啊。哎呦，厉害！哇哇！然后又这么久没打了，还这么厉害？没有，他是打足球的。啊，肯定是跑足球，跑不死。上升成顶级控卫加得分位了。对啊，最近有超越最近的事情。哎呀，录下来，赶快删掉球。真的没力啊，小子。十二分都没来呀、啊，今天。好球，好球！就这么球啊？嗯，他妈是台湾，其实他去台湾应该不是说去。好球哎、欸！哇，但是看起来是一点台湾的感觉，可爱型的，你知道吗？说话试试我们的。好，你们第二把。你们第二把，第二把，公平吗？要能给人赢球的机会。完了，我发现我成体力最好的了。我真的是累，我打了七把完以后，我后面两把都基本是打酱油。梦幻舞步，哎呀！打球破坏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摸到脸了。人长得太帅，就会被摸脸。你摸老二吗？哎，啊，印度哥们来了。好，我们多了一员。这哥们穿体力最好的话，不好发。阿秋很发，阿秋队友完美，阿秋比印度人要快一点。哎，阿秋时刻在跑着呢。阿秋，阿秋这个非常。刚才打的那个是第七把哈、哦，我有好几次很好的投篮机会，我都错过了。第二把？对，刚才打了第二把。稳，手感还挺好的。
龙哥用他哇，龙哥用他速度，而且他的集体面，而且龙哥的腰很好，他直接闪到后面去了。没有，人家第一盘能赢了，说明这些人死赢都很平均。即使我们身高没有高，第一盘是那个什么，叫什么队员？高人。捡球，捡球。对。第一盘你们赢了、是有机会啊，但是我们的很耗体，我就说了，其实第二盘我们可以赢的，如果我们的体力可能主要是我的体力，如果我的体力足够的话，没有我打他有三次非常好投篮机会，没人防我，我操，没进是吧？都没进、嗯，所以我觉得，而且我体力下去完以后，我的协防会挺差，对，所以这些身高啊不是问题，真的身高矮啊，但是射篮准，这只是出现在这种极少的富有天赋的人身上。救命！救命！聊不下去了，我靠！哎呀！好，接好球。来，好球哎！哎呀，干什么啊？哎呀，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干什么呀？哎呀！哎呀，我配音配的不错吧？没有困难，先回家了，我们俩一起走到那走。没有，我主要来吃饭的，你知道吗？打球都是其次了。对，打球光面是球场露露脸。对，能有一个精彩的进球就够了，对吧？这晚上唯一的记忆。对，反正找两个跟找一个花的时间差不多。哈举一反三。我先吃火锅吧。啊，松原他们吃火锅，看看他们。我总剩下吃咽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也是。那上次他们不要，不要你笑。没有上次啊，支持吃那个烤串的呀、啊，人不在了。谁？若雨啊。是吧？我们在举手啊，我们在优健身喜欢的。但是我现在在减肥，只有这样。或者我们找个地方喝白水。我是真的在减，是你很辛苦的减哦。你减两个星期了，还没减下来。我第一个星期减了2kg，第二个星期大概减了不到1kg。可以了，不然你减得太轻了，很危险。哪里很危险？因为你体重轻那边撞了就飞了。是吗？体重轻的话，我的腰好啊。撞完以后，我的腰再平衡一下，再加上我的胳膊很长，像猫的尾巴。哎呀！哇，你们要扳回了，好厉害呀、啊！真是高手，高手，高高的手。哇，你们真的打平了！哇！哇，龙哥这么快、啊！哇，龙哥你差点进了。龙哥今天速度这么快啊，我怕了，防不了龙哥了。龙哥是进攻型的了。龙哥速度。对啊。但是我只要花一半的功夫就不防住。脱他裤子，脱他屁、啊！因为他远投太慢了。为什么？龙哥远投出手太慢，他是先停再抓球。那个时候我放他两三步哈、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扑上来，知道吗？然后他不是射篮吗？是篮下快速上篮，快速上篮我速度够啊！你妈的，你看没有一下射死猫这就好笑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不想思考。哎，我防龙哥的时候，龙哥上了几个篮下的篮，你自己细细数。我跟他一对对位的时候，他上了几个篮下，基本为零。不是真的，你这真的有点笑吗？哎，我你去看录像，用一个脸皮厚的人在我面前，老子超级牛逼的，知道吗？能敢吃都没老子看你。哎，
看一下这李斌对我这套免疫了，我感到非常失望，你知道吗？我就非常喜欢那种很正经的对你吹牛逼。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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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盖他！哎呀！啊！呀！好，你们上，你们上，你们上，我休息。可以，可以。我接着休息。你这样就可以摆脱苦海了，不要再听我吹牛逼。拜拜。差一点是吧？张飞追上分，居然不信我。哎呀，我好累啊！叫二姐。啊，那个那个，啊，叫二姐。好。啊，跟你走。哇，果然经过两个小时后，你终于能投进球后卫对位中锋啊，詹姆斯后卫。哇，詹姆斯后卫变中锋，史上最大 bug。这就是所谓的死亡缠绕吗？哇哦！
哇哦，哇 ，Jack 终于复苏了。哇哦 ，Google，Good try，Good try， 差一点点就进了。龙哥是得分手现在。哇哦！哇！这是打不死小小强的。小强啊！确实。好。Good pass， 有了。后卫，亚龙低后卫。Good good ball good ball。犯规犯规 ，foul in。我只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。漂亮，来劲！哇哦！哇，好球哎！这后卫速度真快。后卫 good pass。哇！刚才大家见证了詹姆斯后卫的威力。Good pass。詹姆斯后卫转身跳投，good defense good defense， 好foul ball foul ball，詹姆斯后卫。死亡缠绕，犯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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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亡缠绕，哇，好球好球，哎，看詹姆斯后卫防中锋太不合理了。哇！詹姆斯后卫走神。哇、wow, 差点断到球，良好的防守意识。哇
第二把，第二把，打第二把，第二把。哇，好厉害哦！阿秋好厉害哦！龙哥篮板，哇 ，Jack 终于发光了，今天闪光点太少。哇，安克利来了。哇，好球哎！今晚就这样哎。哇，我们都走了十个人了。为什么呢？我靠，我看到你没来，大家都不想打。我呸！我呸！呸！哎！我操！哇！哎，他的投篮姿势很恶心哦。不是，我知道我好，你也不用夸到这样嘛。哎呀，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老实。对。哎呀，很老实，太老实了你。对，谢谢你。哎呦，快点！到快到这样了。是啊。Good pass 啊！好球，好球！詹姆斯是终结者。哎，那个不要脸的庄西没来啊 ？Terminator 啊？不要脸的庄西没来啊？没有，那个 Stephen 也没来呀、啊。Stephen 走台湾了。哦。哇，统治力啊！哎，迪文他去了，他会去一个月是吗？不知道哎 ，Google 啊？不知道哎，他没，我没问他。好，就好，就好，就。打吉利，打吉利。打七个，哇哦，七个，good pass， 我操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我操！不怕噻！哎，第一球就传进来了。可以呀、啊，可以传啊，第一球也传进来了。我操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是累了是吧？快来！库里棒，哎，差一点。
哇，玻璃棒！快点点 ！Good screen！ 哇哦 ，Good ball！ 好，关键球。生死决战，紫禁之巅。哎，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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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挡然后出手那个很不错。我去买。一起去。一起去。你想打就上去就可以打了。站在上面就可以打了，真的真的可以的。好，我挺累的。你打几场嘞？我打了七场了。啊？我最多再打两场。你打了七场？对，我很累了。他今天多累啊？他这是暗示着你迟。哦。我再休息会儿，觉得好累。你今天有和老婆那个吗？啊？我今天下午喝了咖啡。剪了头发，年轻了二十岁。打吧打吧打吧，三三了三三了，三三，快走人三三，或者试试了，没事啊，打试试打试试了，打试了，我们进来跟谁？哎呦，别人一单一单，他掉，够了两，够人，哎，你干好，不够我先休息。可以可以可以的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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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对他的死亡缠绕有什么评价？二零二零姑娘。
太如胶似漆，我只听到噼啪声。太如胶似漆，还好没脱衣服。啊，我脱了衣服，那又是一种另外一种。我可以感觉到他老婆的幸福。哎呀，我操！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搞得我都不敢讲话了。搞得我们像在传奇似的。好球！好球！哎呀！哇，今天教练真的不在状态。多 pass。这个球好像乱投哎！韩哥，说你说什么？然后我要跟你讲说你屁呀！好球，哎呦！哎呀，好球啊！好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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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歪！声音讲完就去。哎呀！走完谈老的歪歪，哎呀，哎 ，good pass， 哎呀，好分啊，进了，我没变，被卡又打到一个摩托车，不是跟我一样，人盖三轮，这个今天就在全场没有，我觉得 Jack 肯定有故事。今晚待会要问他一下，肯定想，偷偷跑过来。对啊，他来那么早，他怎么四点多钟给我发个信息？他那时候下雨的话，肯定是灌了雅的。然后呢，对对，哎，搞完以后他出来，怎么发现雨停了？对对，直接自己的下半身是湿的，然后地板都是干的。啊，你还以为呀？Good pass. Nice. Wow, 保影。Again. Game. 输的下来两个了。你不打了？再打去了。哎呦，有点累。我再歇吧。天哪，今天才打七把就已经累得跟屁一样。太懒了。真的。带了我。龙哥，你多重？啊？啊？你轻点。就是多少？装有没有？多高？有没有？有的，一百一七六。哦，谁要在那搞我？哎，长高一米七六。他一米七六的。你话呢？多高？他最近长高了是吗？你要上吗？你啊，你要他比较高，他就比较高。我们开了，你是你就讲。我们开，我们开。这样我应该是。所以我要念大字一点。好一点哦。好，我的鞋比你平哎。我的没有提的，我的是直接的。大概啊，一七七啊，一七六将啊，你要是一七八的话，你如果你大只一点哈，你可以防住这边的 center 的。对面的 center。啊？这边的 center， 像那个詹姆斯啊，或者。詹姆斯已经防住了。哦，是吗？可以是吗？好，那就不错了。詹姆斯撞啊，如果还要撞我的话，他。这样子说，如果你撞一点一七八够。我下我是他们拉去接的。
我要增肥。你增肥啊？我要去买那种 mass dinner 吃的，因为我吃饭我吃不多嘛，所以我要靠 mass dinner。然后我 gain weight 啊，然后我进去 gym 我就加了。但是你如果加进的话，以你的打法好，你不好赚，因为你的打法就是很快。哦，我重点是，我不是因为打篮球而要加重啊，我是本身很瘦。因为我现在在做小贩嘛，然后我一直吃面啊，我一直动啊，然后我又一直流汗，我就跟你们打啊，我的体重一直在下降，所以我要增肥，要不然我会不减胖。哦，刚刚好。还可以夹一下蛋。哇哦！我今天我碰到一个，他主打。啊？他主打，来一个。上来一个。我需要加重。再起来一个。三零，肯定是我的。对，三零啊！啊，对。三一。啊，三一啊，三一啊。对。没时间了，是啊，全部。不是。没有吃一点，我没有吃到什么，我还没有吃。我要穿了一包，再来像你这样，我才长啊，帮我。因为我本身我的那个知道吧，这个本身知道，我吃不胖，那我吃那边甜的哦，还不止一箱。哇，是有啊，应该漏到了差不多。这样讲啊，反正我本身还是会吃不胖。我以前也是瘦啊，然后现在就有。爸爸，有。交，来，好，不算，安哥你不算。哎，不算。妈，我尽那么多力。没有，你罢了嘞。没有，我多力就是气的力。包完。不算。对啊，不算了，说完了。OK。这是安哥拎进的，哇，他就本身的球哎。来，多一次。来，再来一次，来。哎，好。哇，他有点不够。他有点不够高了。Good pass 哎。Good pass。他那个 pass 很随意，啪一下他飘过去。没有。詹姆斯后卫展现统治力。没有，这个不是后卫。詹姆斯后卫，詹姆斯后卫不大熟悉中锋打法。还有点奇怪，他为什么让他反弹？这个要不要换？要换吗？你速度太快。我一想中出，我不晓得怎么打。安克林，用你的中锋打法搞定他。哦。谁打？我再休息，好嘞。我不能跟他在一起，今天。啊！赌过了，我跟炫子在一起就没赢过今天。是吗？嗯。有啊，有赢过啊。我记得，对呀、啊，50%的胜率啊。因为我今天从来没跟你们两个人在一起。那四场比赛是2胜2负。哎呦，当时听到一样的 team 了，这来劲了，这不需要死传什么传了，一样的 team。打爽的，一个能走。
詹姆斯。一样的。一样的。詹姆斯。詹姆斯，你要多投三分球。你要展现你后场统治力，詹姆斯。多投三分。哇 ，good ball 嘞！哇 ，Jack 遇到詹姆斯，现在打了鸡血，这是后卫之间的 PK， 世纪后卫之战。詹姆斯 PK 詹韦德，詹姆斯 PK 韦德。詹姆斯 PK 韦德。后卫之间的较量，传球啊！这是传球，对，绝对是妙传，我看出来了。詹姆斯成功防住韦德，在詹姆斯的精神激励之下，队友得分。詹姆斯抢到篮板，哇哦，哎，这个球很漂亮哎，龙哥的好球。詹姆斯进攻篮板，耶！后卫的速度，中锋的身体，那就是詹姆斯。Yes， 詹姆斯再来一层。詹姆斯的激励之下，龙哥又得分了。詹姆斯妙传，韦德防守已经很好了，当然比Jason还差一点。哎，韦德在干嘛？
然后我是展现篮下统治力。后卫之间的 PK， 詹姆斯 PK 韦德，成功防住韦德，詹姆斯钢铁般的防守，令韦德感到窒息。詹姆斯钢铁防守，钢铁长城。哇，好球好球！詹姆斯钢铁般的防守，韦德绝望，绝望。詹姆斯是后卫的速度，中锋的身体，攻防两端展现统治力。在后卫的 PK 当中完胜韦德，这是世纪之战。世纪之战呢？两个顶尖后卫之间的世纪之战。你都不进了一球吗？来来来，怎么进的？